你讲多济？这当啊谁呀？现在还给加三年了，这条路还得走。还光有谈这些了哎，我好老人家不？大家干掉呗，但当年都在这干掉。老贵啊，老那因为咱们高楼已经被拆了。
好，会外地呀。 验证宫是在哪里？验证宫啊，现在里面那边。啊，都已经下来了。哪里下来？从哪里下来？都已经下去了。现在是回宫没了。对啊。对啊，那我们这个早上是从哪里出来的？验证宫啊。那现在就回哪个宫？我们本宫来了嘛，就在那边。验证宫已经走过了哈，第一轮就是走验证宫。 早上吗？嗯，对呀。那不是回宫也是回那里吗？回宫是那边，那边。是不是要全体到那边了再结算？是不是？对吧？对，有的是回自己宫，有的是回那个验证宫。对啊，应该是全体回到这个宫了，然后自行再回去吧。对对对对对。好，这个走过去还要十几分钟啊。对啊，半小时。啊。还要再半小时。哦。 这一个一个说的都不准，这个马可能骑一天了，可能还很累啊。累不累？腰受得了吗？腰疼。腰呢？腰不疼吗？ 今天三个趴都是他的。我到高，我到高给你了。 应该的，今年。再给你叫，帮你叫，给你叫，给我过来一个。叫你要补着了。哎呀，你叫。今年啊，再给你整老白。哎呀，再给你叫。叫啊，给那个豆干整的，你得补补。叫你要这个豆，谁谁整整豆？补补收收。嗯啊。你今年还熬的补老了了。你这个还熬的，今年那还是。吃香了，那都有了。那一般到后头。 哎，你叫他叫，我叫到他不放，他不放。哎，你叫他都不，我不管他，他都不理。你叫他都不，你叫我的。今年你这一张很好，真的。这一张很好。这个好些了，不老好多啊。这个好些不好，好些了，好些。好些不得拿到。好些了，好些了。他叫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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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我的
看看这几把是多少钱。好。那看看木兰那地怎样好了。好的。这包这包这样的人大家给他洗车都没得给他捞一个车的不喊我给他挂给他的不喊挂给他给他的这些人的捞几个这样的人的打的休停他的家伙拉给他的好了，这是不是那里？大家搞个阿妈，大家都爱吃肉。
哎呀，这不不要紧，我不管你什么了。咁咪等下你自己唱下，我一唱等你，你自己做两唱下。你只小鱼啊？系啊。哪个？那个，他也在这里。你那个叫你？我这他走了。他走了。对。哪个？我跟你们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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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但给破了高高还老惨买惨买也刚刚刚刚的弄弄啊留那个留那个去哟这里高高还老他等于惨买不打不打不打这个太平天下那是然后Thank you.
这个一个。这个还有点，还有点这个。这个光，这个光都在，原来好一熬，好一熬。我本来讲一直不搞革命，就阿姨在做汤圆圆嘞。阿家长，阿家长，好的不拉倒。啊，大家给对啊！哦，这等等到老的，在我老门我，哎，这个吧，这鸡蛋，别个拿，别个去，这鸡蛋，啊，哎呀，这鸡蛋，小鱼丸，啊，我拍个老别个去，到了，各位啊。现在已经到公里，现在队伍马上就要进来表演。主播先到戏台这边找好一个位置，先找位置先。
Thank you.
Thank you.
菩萨现在还在后面，应该会是陆续的进场了。每个村庄都到宫里面参拜一下，他们就走。一般都是车轱辘表演。看民俗活动直播的可以关注主播抖音号。站的位置应该算是最在宫的门口，宫庙的门口。的话差不多有八个村联合有的，所以说车轱队还是比较多的，一般都有两队，每个村都派了两队，然后菩萨的话都是一尊，主位没去数，应该差不多有八个村左右，人山人海，从早上九点一直播到现在。这里的位置是在横江区东山郡，主公这边也不是很熟悉。如想看民俗活动，可以关注主播，点头上关注。
Thank you.
Thank you.